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。时光飞逝啊，转眼间呢，2024年的万代魂展呢又要开幕了。今天呢，在媒体参观日上，2024年的圣衣神话部门的新展品也终于亮相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令人激动人心的作品吧。首先呢，是之前预告过的北欧篇从未亮相过的新品，那就是神斗士 EX 遥光星米美了。这是目前公布的第7款神斗士 EX。从展会图上看呢，米美常态表情的面雕啊稍显矮板，由于这款躯干呢露出秋衣的比重呢也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呢仅从图片上来看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，也可能是拍摄角度的关系吧。另外一款展出的北欧篇的还未发售的作品呢，就是连续第 N 年参会的奥丁星矢 EX， 这个就不多说了，我个人十分期待的一款啊，但是也展出太多次了吧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落地呢？在首次展出的新品里呢，令人眼前一亮的还是两位 EX 神，官方正式名称分别是圣衣神话 EX 女神雅典娜原色版以及圣衣神话 EX 波塞冬原色版，两款呢都使用了典雅的金色系的漫画风格。有点遗憾的是，海皇的面雕似乎也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啊。不过因为目前的媒体图不是十分的清晰，所以呢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确定啊，还是希望面雕啊可以跟进哈迪斯 EX 和神雅典娜 EX 的水准吧。 By the way， 据说原型大师南田香明的团队呢已经不在神话部门有一定的时间了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未来面雕的水准呢会不会有所下降。原色神雅典娜 EX 呢不必多说了，就是20周年套的一个重图，这两款神 EX 呢也都是使用了金属 EX 素体。OK， 目前为止透露的本届魂展神话部门的新品呢就是这么多了，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呢？欢迎留言讨论，之后有了新的消息，韬光呢也会为大家及时更新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